我已经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？这是 GoPro 那个。啊，贵哦！就是等。阿光利亚，嗨！快排到了耶！你要讲台语的吗？你要讲台语的也可以。好假不？好假，好羞哎！好在干啥？甜甜的，甜哎，滴滴滴，他台语比较好。他不怕烫哎。嗯。你还好吧，孩子？你要费我干嘛？你要讲感想哦。好啊。那我一考在那打。Q Q 哎。费不是台语啊。哦。马吉马吉，那屏幕按掉正好在录两块。冬瓜牛奶。是什么？冬瓜珍珠。然后英成也是冬瓜珍珠嘛。对啊，也是。火锅吃完了，挑战一下。好，你们吃完了，火锅吃完了。我马上来，等一下。你看，让他进来挑战一下了。我只带了他两颗，好，再往下吗？还有时间限制。商家不知道在干嘛，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去倒一次，我不懂。一下子可以拿放到盘子上，拿一个盘子。对。Oh my god！ 怎样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弟弟好贤惠哦、喔，可以讲。你有在拍耶、欸？有啊。你要讲解啊？对啊，你在干嘛？不用讲解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群组。什么群组？什么群组？讲一下。馒头妈的气炸锅小教室。馒头妈。蛮刺激。好看。哎、欸，来吃。哎呦，鸡屁股。来，台语讲一下。就好吃的，我只会讲这句。我那种鸡卡肠，鸡尾椎啦，鸡尾椎，然后就好吃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 ？Q Q， 嫩嫩哎，好好喝、啊，很多胶质。Thank you.
麦好吃吗？哦，糊掉了。它的汤好吃啊。嗯，你可以弄一些在碗里面喝。吃饱了，阿公在找人了。跟阿公说，我们马上就回家。阿公在找人呢。喂。哎，你要等你呀。你要打，你要打几对？爱几对？爱几对？嗯。我吃饭来得啦。我吃饭啊。好啦，我来煮啦。阿未煮了，你倒饭。嗯。阿公要吃抹茶的。有好吃无？嗯。问你看好吃无？嗯，好吃。嗯。啊，你有？嗯。啊，你有介意我吗？你要再再去买啊？讲你食了有介意哦？有介意，明仔载要搁买予你食啦。唔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嗯。哦，好。好。啊，你等下食哦。你们十个人看那个。好，我食一个。哦，这我爱。好啊，是来赞成。嗯。是哦。阿公蛋糕有吃完吗？好，阿公晚安。哇。上来吧，拜拜。我妈超爱吃蛋卷的。是吗？我还没找到开口。好，找到了。哇！哇！苦瓜嘞，好吃不？改成台语，台语。一个蛋煎。这是我讲什么？妈妈，你怎么把它聊成这样？啊、哦。够蛮搭的，哎、欸，会的，还会的，啊，超超嘞，好了，哇哦 ，passion fruit， 生生滴滴耶，你还没有吃啦，你还没有吃啦，生生滴滴耶，像是初恋的味道。哎，你现在在用什么呢？空碗。我说你现在正在弄什么呢？假的干贝啊！请问修金钻爱安钻？包金子的奥秘就是它金子有两面，一面就是滑滑的，一面就比较粗糙。然后呢，你就把它粗糙的那一面往上，然后这样摊开，有没有？然后只要说它摊开了。嗯，然后你要从这个角角的地方，然后有点弯嘛。哦，因为我都从那个那个，我都从这边。哦，没有，你要这样拿着，然后要从角角这边拉起来，因为它粗嘛，它摩擦力够。哦，这样。然后你如果看到路上有很多老人都会这样点一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口水黏，它会直接把纸这样黏起来，你就可以很顺利的这样弄起来。然后就这样弄一弄，就可以直接丢进去。超快。多年学习到奥秘，我不知道我学这个要干嘛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开箱气炸锅的小假干贝。哇哦，看起来哇、哦、好香哦。你要在翻面再解一段，不要麻烦。都可以。哎呦，我本来想要偷几颗，然后明天拿去当晚餐吃。嘿，怎么样？然后我觉得等一下应该这些都会被吃光。一定会啊！耶、你要跟他合照吗？